那个 VBA 方面，当然哈、哦，几个它可以录制句子，其他语言没有。像我们刚刚写完这些啊，哎，它可以自动产生，这个其他没有。还有呢，可以直接存取，直接存取 Excel， 或者把 Excel 当资料库，哎，其他也不行。其他如果要存取都很麻烦，或者你要透过什么转档，转成 CSV 再来用哦。那另外的话呢，任何电脑基本上都有 Excel。如果没有 Excel 的电脑，感觉好像就不是一台电脑了，对不对？因为哪一台电脑没有 Excel？ 好、哦，然后呢，连 Mac 上面都有 Office， 然后 OK， 所以呢，就有 VBA， 所以你不需要做什么特殊的设定，你只需要把开发人员打开来，你就可以写 VBA。连我自己都觉得，哎，这打到它，因为我以前还会装什么 Visual Studio 来写，我要很麻烦，还要装一堆有的没的，我直接打开我就。